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应孙导师的《中观经论》啊，我们讲到第十章啊，然后第一节的总说啊，那么在第206页最后一行，好，这里讲到，因为我们前面解释了世俗谛、圣义谛啊，先有一些概念啊，那这个谛是什么呢？啊，所谓的谛有不颠倒而确实如此的意思。哦，不颠倒，确实如此。那在世俗来说的话呢，它是弗虚不实嘛。啊，为什么也称为谛？对不对？既然弗虚不实，那怎么会是不颠倒而确实如此呢？啊，好，那这里说世俗虽然它颠倒，啊，这个虚妄颠倒，但是在世俗共许的认识上，啊，仍然有它相对的什么？确实性跟妥当性，也就是所谓的约定俗成，约定俗成哈。比方我们说，哎，太阳是从东边出来，那个太阳出来的地方叫东边，这是不是大家共许啊？把东西南北分出来方向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有它相对的什么确实性，我们就不能说太阳出来的地方硬说它是西边。或者硬说它是南边、北边，能不能这么硬凹啊？人家就很生气了哦，因为这是大家已经都约好了，如此的讲，虽然它不是绝对的，但是它有什么相对的确实性跟妥当性。哦，所以呢，一切世俗法来讲的话，从世间的立场也可以分别它的错误与不错误。哦，因为在世俗地。里头也是世间的什么真实，哦，那当然这个是相对出来的世间的真实，哦，就说哎，它比较实实在在的，大家如此的共同的认定的，哦，但是要到究竟的真实来说的话，那是真理的现象，真理法则它当然是不二，对不对？要到超凡入圣，是不是一定要透过因缘法啊？一定要透过法性空慧，透过般若道才到得了的。啊，透过性空啊，来打破相对的两边，叫做不二嘛。啊，所以呢，所谓究竟的真实，它一定是不二的。这是不是前面讲了半天的，都一定要透过什么中道而到达？所以所谓的中道，也等于。啊，是让我们从世俗地达于圣义地上的一条道路，叫做中道。啊，所谓的中道一定是要透过不二，啊，是不落二边才到达得了的。啊，好，然因凡夫圣者的境界不同，观点的不同，所以呢，佛陀也会随此差别啊来说有二种真实，一个是世俗的真实。跟一个叫做，真理法则尽虚空界的，超越了世间的那种真实呢，它是真理法则所显现出来的真理的世界，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什么善巧方便，对不对？我们要先分世间的因为必须要先建立在世间建立在我们的凡情。哦，好，所以呢，就如同，比方我们站在凡情的立场，哦，就告诉我们说，啊，色等法呢，它是真实的，空性是理想的，是不现实的，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啊？这是相对的来说哈，比方我们要理解佛法的时候，大概先要介释什么？介绍什么？介绍名相。介绍名相的时候，是不是讲哦，有色声香味触法的现象啊？有眼耳鼻舌身意的什么根深啊？有啊，这个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的什么心理作用有没有？这一些是不是都是啊？这个透过凡情的立场来说，色等法是真实。先介绍啊，那么佛法怎么看待？当然，在介绍的过程没有去刻意的强调它是真实。但是起码它是不是也是显现出来的东西的那个现象啊？好，
那么对空性还无法理解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说，哦，那无眼耳鼻舌身无色身香味触法，虽然讲在法性空慧上头，如果我们还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就说，哦，那是一个我们理想的境界，我们还没到达。先建立在什么世俗的现象上面。好，所以呢，空性并不是凡情的认识所及，也不是一般所能理解的嘞。所以呢，也因此名为什么第一义。所以所谓的空性，其实为第一义而来先做准备的。在我们有能力认识了世间的真实的现象之后，我们还要去解脱我们对世间现象的什么执着，那么就会要用什么空性，对不对？用空性的方式所以呢，要解释到空性，是不是就要大费周章啊？因为那个已经不是我们凡情所理解的、所认识的我们若跟一般人跟很有学问的人，但是没有学佛，跟他讲空性，他是不是也很难接受啊？还很难接受。除非同样是学佛者，而且程度也要到那个程度，对不对？同样是学佛者，不到这样的程度，是不是也还是很难讲啊？都还是很难说的所以他这个是比较特别、特殊的而且呢，因为我们说透过否定式的符号才有机会思想的升级提升而不是只有在凡情当中。当然如果都在凡情世俗地上面，是不是大家都还可以讲得通啊？这是容易讲得通，但是要去讲到第一义了要讲到甚深的因缘法，那就不是一般的就非一般了所以呢，这个都不是凡情所理解，所以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去否定它因为这个在圣者来讲的话也是真知灼见啊。圣者当中呢，他们也都是共证无别啊。这都是圣者的共证不是只有一位他见到这样子验证到的，是所有圣者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如同我们凡夫，是不是都有我们凡夫共同感受到的境界啊？所以圣者当中，所以这是众多的圣者，他们是共证而且无别，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有他的共通性。他的共通性就是在于什么？见到了什么平等相，对吧？平等相乃是诸法实相，是不是诸法空相所成的，性空所成所以呢，这是一般常识这个其实就说这个不是一般所能够认知的那么但是呢，如果说是在世间法里头是一般常识所认为如此如此的，那么在科学界也不一定也每每不以为自以为然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科学所验证的世界跟我们一般人看到的世界是不是也有一些落差也有一些落差的同样在世间法就比方说这里就讲科学家告诉我们说太阳是恒星，它是不动的，地球是行星，是绕太阳而转，对吧？这个透过科学的知识，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这个时候都能够欣然接受是因为知识水平的提升嘛这个都是变成一种这个共通的语等于是一种普通的常识了但是跟我们所见的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大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看到日出日暮，是觉得好像太阳转绕着我们地球转，怎么会是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转呢？有没有差距？有差距耶。我们所见的是不是太阳每天从东边出来从西边下去，然后经过黑夜之后又从东边出来从西边下去，照说应该是太阳绕着我们地球转才对，怎么会说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转，对不对？是不是也会有落差？但是我想这个已经大家没有怀疑了，对不对？是因为有更大的尺度有更大的尺度，那么证实我们的这个太阳系它是怎么转怎么转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哎，恒星本来会觉得它是如如不动，但是如果更大的一个太阳，那个什么哦，银河系来看的话，恒星有没有在转呢、啊？还是有哎，它也不是固定如如不动的嘞，是不是？它整个还是在转，就是看我们的尺度啊，哦，看我们的那个尺度的问题。哦，当然以前我们过去我们没有能力说去证实的时候，我们就是凭着我们的肉眼在看，是因为我们的尺度很小嘛，对不对？范围很小，哎，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当尺度放大，哦，知道整个太阳系，乃至知道整个银河系的时候，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哦，会因为我们的尺度的放大而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圣义地，也是在帮助我们放大尺度，不是只有在世间法来看现象，对不对？让我们有鸟看的机会啊。哦，所以同样在世俗地里头，是不是也都还是有差距的、啊？哦，那么这里又举一个例子，说又如同我们一般看到桌子椅子啊、哦，也会觉得它是很坚实的，是固定不变的嘛，啊、哦，但是科学家啊、哦、科学界来说的话，他们也会说哦，这里面是不是也有电子，就说也是很多的元素所成啊，啊、哦，这里面一样是不是也有这些电子群的一些。转哈，就是的冲击哈，不断的在转动，这是不是也合乎了佛法啊？啊，佛法有没有讲说这桌子椅子如如不动，会不会动？会动哎，因为哦，佛法呢，透过时间把它拉长，当然了，在几十年间还不会觉得它有太大变化，但是如果上百年，是不是它早就已经坏掉了？它不是突然间坏掉，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在坏？从现在就开始在圆灭的状态嘛，对不对？成住坏空嘛，是不是有必然的一个行径啊？哦，所以以佛法所见的，哦，佛陀所见的真理，它是通彻一切哦。反而因为科学的进步，反而还可以回头证实。对吧？在2500年前，哪里会知道说哦，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转啊？这个哦，地球又是怎么样的？说实在，还有佛观一杯水84000重哎，是不是？那时候哪有显微镜啊？以前佛陀讲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很难接受啊？如果在过去啊，2000年前的话，怎么去想象说这里面有这么多虫哦？原来现在科学一证明哦，原来是细菌啊，那是不是大家也？哦，都会接受，因为佛眼所见的是不一样的世界。哦，所以我常讲说，在十几年前，在自然科学博物馆里面看到那个2万倍、4万倍到8万倍的电子显微镜，看到的世界真的是跟我们眼肉眼看的世界是不是很大的差异啊？所以那次我真的很深的感受到说，哦，佛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哦，原来真的就是一种缘起性空的世界。而我们的肉眼有限，我们就局限在肉眼的角度嘛。科学的发展是不是让我们的那个所见的范围可以微观，也可以怎样宏观，对不对？那是不是也是尺度的放大？哦，其实也是一种尺度的放大。哦，所以没有那种坚实而不动的，对不对？哦，所有的物质，我们本来也会以为它是密密实实的，没有任何的空隙。实际上有没有空隙？它还是有空隙的嘞。哦，我们的体内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空隙啊？所以我们地水火风空室嘛，哈，还要有空，是不是？一定还要有空隙的哦。哦，所以呢，这些来说的话呢，所以最后一句话说，一般科学的这些论证呢，仅是尝试的加工精致啊。哦，那么这个都还不算到佛法的第一义谛哦。都还没有，只不过它让我们有微观的能力，有宏观的能力嘛，对不对？啊，就好像我们那个有显微镜可以去看，也有什么天文望远镜来看这一切。但是这个都还谈不上是佛法的第一义谛，都还是世俗谛而已哦。啊，所以呢，我们说借此知道凡常的情境啊，都还不是究竟真实的。对不对？由于智慧的这个浅深，说有不同的世界观嘛。哦，智慧的浅或者深，
来说的话，凡夫的智慧是不是浅？圣者的智慧深嘛。哦，那越高的境界，他的智慧是不是越深的？所以他会看到不同的世界观，有没有？所以经常画的那条线，把它竖起来，就是这样。哎，高度不同，看到的那个大的环境是不是就不一样啊？哦，爬得越高，看得越远，而且看到的是不是越平等的现象？啊、哦，好，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各个所见的，都在自类的知见里头有啊、哦，各有它相当的什么确实性，因为不同的高度看到不同的那个境界。哦，所以呢，也不能以世俗真实为究竟。哦，所以呢，我们应该要知道，所谓的圣义谛也不是用凡情的这个鉴定来论证啊，对不对？因为凡情毕竟呢，这个境界比较低，圣智的境界是不是比较高啊？我们说我们低的人很难去论高的人，读小学很难去论说啊，你中学、大学怎样？但是读了大学回头论，是不是就很简单？哦，所以我们常说啊，我们真的不要去论人家修行到什么境地，因为我们修行是这么样子的，还很低嘛。我们没证果的人说哦，某某人证果，这不是很奇怪的？啊，我们低的不能去论高的，高的回头看是很清楚的。哦，所以呢，这里就讲到啊，这个圣义谛是不能用凡情的见地来论证啊，但是如何来显示？啊，圣义谛如何来通达圣义谛，而又要跟什么世俗谛是不相违背的？哦，圣义谛能不能跟世俗谛违背啊？是不行的，因为一定是透过世俗谛，是不是才能够达于圣义谛啊？这个生命的历程，它是必然的一个过程哦，对不对？先有凡情，是不是才有圣智啊？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所谓佛法的重大课题，有没有？哦，这是佛法的重大课题，尤其是我们这些凡夫，啊、哦，我们身为凡夫，那么尤其人，我们说有犯恨的倾向，啊、哦，还懂得要修行，还懂得要来修正我们自己，改善我们自己嘛，对不对？哦，希望能够由凡夫而超凡入圣，哦，希望能够从世俗地还能够见到什么？真实义，对不对？但是呢，基础是不是都还是在凡情，都还是在世俗地里头啊？哦，所以呢，当我们真的去感受到所谓的圣义地，它必然是跟世俗地是不相违背的，因为基础在世俗地上面呢、啊。哦，所以在世俗地呢，有它的重要的意义啊、哦，就如同啊、哦，导师这里也举一个例子啊、哦，说色彩。啊、哦，色彩的鲜艳啊、哦，是那么样子动人，也会引起人类的什么情感，对不对？我们看一幅画，对不对？啊、哦，看画的时候是不是也都是色彩所啊、哦，被它的色彩还有那个形象所怎样感动？啊、哦，那么如果是科学家呢，就会说它只不过是光波的长短，这个是很理性的啊、哦，一下子嗯，也会破了我们的那种情执哈、啊。但是想想也是。是没错，但是我们说欣赏一幅画呢，感性的成分还是多的，对不对？啊、哦，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去接受什么理性的成分呢、啊？哦，那善与恶来说的话呢，那么科学在物质科学研究当中，是不是就没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定量或者质量的问题呀、啊？因为所谓的善恶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哈、哦，是在是。世间的这个价值观里头，啊，也不会去失掉它的重要意义，啊，就像我们说，我们要量一个人身高体重都有数据，但是要量一个人的善恶有没有数据啊，量不出来，啊，那不因为量不出来，所以善恶就无所谓，对不对？善恶是不是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跟一个人的交往，哈，尤其说要论及婚嫁，那是不是更重要啦？这个人总要善良成分多，恶的成分少啊！哦，不管他长相如何，是不是这种比较深细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所重视的？好、哦，所以依佛法来说的话，那么世俗跟圣义谛虽然有它的不同，但是也不是矛盾啊、哦，到底而冲突的啊、哦，因为世俗啊、哦，依着世俗来
体悟到圣意，而透过圣意呢，又不去爱什么世俗。所以我们说世俗谛跟圣意谛，它是不是应该要怎样不即已不离啊？它并不是切开的两件事情，啊，那么它是属于哈、啊。如果我们不只理解世俗谛，我们还有机会理解圣意谛的话呢，我们就会能够怎样情志和谐，啊，而且呢能够真俗相成的人生观，对不对？情志真俗。情跟志，其实这个情是不是在相跟什么性，对不对？哦，情志，还有这个是俗，这边是不是真？哦，大概会有这样的分类，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变成是对立的。哦，情志和谐，真俗相成，哦，然后这个哈、哦，等于是透过世俗谛跟什么，啊、哦，这个圣意跟世俗，圣意谛也就是这个嘛哈、哦，圣意谛上面的，我们本来会以为说，哎，如果从现象上看，以为是两件事，哦，以为这个是两件事，其实它是不是融然一体的事情啊？对，这个。哦，不要粗糙的看表象，是不是还是要透过什么？透过因缘法的来看它，对不对？哦，要透过因缘法来看它的话，那么才可能情志和谐嘛，和赞有没有？真俗相成。好、哦，我们可以很理智，也可以很感性，在感性当中是不是要有理智来做支撑啊？但是太理智又没感性的人，是不是又冷若冰霜啊？是一种冷漠的人生，那也不好。啊、哦，在情志方面应该要怎样？要和谐，啊、哦，要平等，啊、哦，要能够真俗相成。也就是说，我们同样在世俗里头，但是我们又要能够理解真理法则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等于是在打造我们的慧眼看人生啊。哦，所以这都是佛教的什么基本立场。哦，所以我们的凡俗是不是也都凡圣是不是也都在这当中啊，才有机会怎样超凡入圣嘛，对吧？我们要超凡入圣，是不是也不能不理解这些？哦，虽然它是一个相对的世间，却是呢，它是又是怎样不离不弃啊。哦，要透过因缘法来打破这些界限，所以其实没有那么明显的什么界限呢，嗯，用这样子比较好，对，它就可以和谐的。啊、哦，我们都是界限画得很明的时候，或稍微轻点的不得了了，啊、哦，这个侵犯的不得了了，哦，马上可能要上法院去了，是不是？嗯。那就不是一种和谐的人生。哦，其实都是因缘法怎样相辅相成的。哦，好，那凡圣就会有空有，所以呢，这里若空跟有呢，那这边是空，这边是不是有啊？看起来有这样的倾向啊，只能说倾向。其实我们说它是不是还是融然一体的事啊？它还是融然一体的事，空中有有，有中有空嘛，对不对？它是不即不离，哦，才叫做中道啊，是不二的啊。好，那这个都是大体而基本的方式啊。所以呢，这二谛原是圣者所通达，因为圣者他是不是也从俗而到圣啊？所以他能通达。我们现在是俗，是凡夫，我们还没办法去通达到圣者。哦，虽然还没办法通达，但是在理智上可以先，理性上可以先，事项上要慢慢修。所以有一位法师就讲嘛，哈，这个理要先通达，事可慢慢修。啊、哦，在理论上要先通达，啊、哦，这个
我们的理性上比较容易通达，事相上的修是很慢的，是很缓慢的。好，好，所以呢，在圣者的心境当中，也可以说是有二谛的。哦，凡夫的情执只知道有世俗，而不知道有圣意嘛。那圣者的话，他是不是通达善通达什么圣意，又能够善巧世俗？在世俗上要能善巧，啊，要能够善巧方便呢，啊，哦，好，所以从圣者的境界来讲的话，他是具足二谛。那我们凡夫有没有具足二谛啊？还没，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果位还很低，是不是还只有凡？哦，但是呢，起码我们虽然没有证到空，我们起码先要有空的理念，对不对？才有机会去验证，哦，才有道路可依循，才知道如何的提升嘛，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佛法呢，也是让我们以智导情，有没有？哦，透过理性来引导我们的什么情执嘛，哦。好，那从这个深浅度来看，有两种啊，有不同的二谛啊，一个叫做实有真空，啊，有跟空来看的话，啊，一个叫做实有的真空。那这是所谓的实有啊，都还不是说来执着世俗的实有，可以悟得圣意真空，而是说。这个所谓的实有真空是站在什么声闻学者的角度，啊，他厌离心切，他不去观法性空，他只是侧重自己力而急于悟入无我无我所，啊，等于说他比较关怀的是他自己，所以他所见的呢是有限的，一旦有限的时候，啊，他就不会去观法性空，他只是怎样，他只希望能够入无我无我所就可以能够怎样跳脱，啊，所以他在悟入我空性的时候去离他执着而自证，那么是为什么圣意地，那么他所自证的这个部分呢，是量非常的少，就如同一道曙光，有没有？有机会去怎样拨云见日？啊，他是透过拨云见日，见到那么一线曙光的时候，就，啊，等于说能够提供这个心量小者，透过智慧，那么也可以自我解脱，啊，也是可以自我解脱的，啊，所以他。等到他从空出有起世俗心的时候呢，那么他在一切的境界当中依旧有实在的，啊，实在性，也就是实有的自性现前，那么叫做什么世俗地。所以呢，我们说声闻它是不是众相啊，所谓众相呢，它会比较走什么路线，比方像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他是不是认为那个自性是实有的啊，因为在声闻学派里面，说一切有部的那个论点是很强的，啊，他有一生六祖论嘛，啊，有一生六祖论，他们的论师与论书的那个是非常强的，那么那个也是提供他们自我解脱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啊，尤其他们这个都属于上座部啊，所以南传到这个东南亚来讲的话，也有很多人这个以南传的上座部自居哦，还有一群的是在哪里呢？在斯里兰卡，其实斯里兰卡的这个部分的论点也很强。哦，在部派时代呢，其实这个东南跟西北两个角落的论点都很强。哦，斯里兰卡那里一样有七论。哦，那这个都是走这个声闻学派来讲的话，哈，尤其说一切有部，他还是认为是实有自性，所以他站在实有，但是还是要透过空才有机会了脱。虽然实有，但是他还是要证得真空，啊，因为所谓的空呢，是跟真理是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呢，这里说虽然真悟的这个声闻学者也不因为这种固执一切法非实有不可啊。哦，
那么可是在他们的世俗心里头啊，或有自性相的现前，跟一般凡情所现呢相差不远，只不过啊，但是他不执着实有而已。他也因为放下执着实有，他必须要去放下才有机会解脱，但是他的那个基础是还是站在实有的角度，只不过他愿意去放下，才能够去证得真空，那么才有机会怎样涅槃，涅槃后才解脱、哦、先涅槃，对不对？因为先证得涅槃，也就是所谓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到四果是不是才能解脱啊？哦，那他最大的一个就是不执着实有。哦，他所看到的那个世俗的那个情况，啊、哦，跟这个哦，他的世俗心境当中啊，那么这个还是有自性相的现前，只不过他哦，跟一般凡情所现的有没有相差不多，只不过他不执着实有而已，他不执着实有才有机会了脱。那凡情就是因为还执着实有，是不是就很难跳脱出去哦，所以还是得要放下实有的哦，所以这个属于什么声闻哦，尤其是顿根的声闻哦，顿根的声闻，如果是立根的声闻呢，他直接用幻有真空，幻有真空，所以呢这个幻有真空叫做立顿的声闻跟什么菩萨哦，他悟入空性的时候，由于观一切法缘起而知道法法毕竟空，是圣义谛啊。哦，所以我们说，我们还没超凡入圣之前是凡夫，那么就要不断的要知道什么？要观一切法缘起，先要观缘起，才有机会去证性空。哦，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缘起是不是透过性空来啊？先闻会思会上面，乃至于到修会到现证会嘛，对不对？要到现证会来讲的话呢，那么也是一定要是透过什么？透过性空而证得法法毕竟空，那么这个才能够证到所谓的圣义谛哦。但是他还会要从圣义谛当中要出来的啊、哦。那他所出的呢，他就会起无漏的厚德智。跟前面呢，他从空出有，他是起世俗心呢。啊，实有真空声闻，啊，以声闻来说的话呢，啊，以声闻学者来说的话，他是这个从空出有，啊，那么起的是世俗心，于一切的境界当中哈、啊、依旧有的实在性现前，所以他所现出来的那个境界跟凡情所现的差不多，但是如果是立根的声闻或者这个菩萨来说的话啊，他倒是起的是什么无漏的厚德智，因为他必须要方便善巧啊，尤其是菩萨道啊，尤其是菩萨道，因为他还要再继续哦，他还要再继续事出事入而无碍啊，所以他不能没有方便善巧哦，所以他对现起的一切法来讲的话，他也要知道这个是无自性的假名，只不过如幻如化，有没有？所以叫做幻有的真空哦。但是这个来讲的话，是圣义空定啊、哦、的这个余力啊啊、哦，因为在圣义空的当下一定要有定力，是因为让我们的第七意识先不起作用，啊，让那种平等相有机会现前，啊，所以纵然是菩萨，他也一样，啊，这个一定是在定慧均等的状况。所以我们说，以佛教的修定的那个目标跟什么，跟一般外道是不是不一样啊？一般神教来讲的话，修定的目标在于什么？希望能够升天界，希望能够获得神通。但是佛教的定呢，是为了怎样去验证慧、哦、是要能够验证慧的。所以呢，这个
能够有圣意空定来讲的话，那么也才算是到超凡入圣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在当时候他不能亲证法性空寂、哦、在当时候他并不能来亲证法性空寂，这是一般大学、哦、大圣学者见到的境地、哦、为什么他不能亲证法性空寂、啊、因为他一旦证了就脱离生死，他就会走到解脱道去，因为他想要行的是菩萨道，所以他要忍而不证。然后、哦、这是菩萨道跟声闻道的那个差别哦。所以他并不清正啊、哦，所以这个叫做一般啊、哦、大圣学者见道的境地。不但菩萨如此啊，啊、哦、在二圣当中的立根者也能够如此。立根，所谓的立根者就是他有机会回小向大。所谓的顿根就是我是小圣就小圣，我只要解脱我自己就解脱自己，自私的成分比较重，所以呢比较顿，他没有机会回小向大。所谓的立根他是不是有机会回小向大、哦、那再加上菩萨道他本来就是大圣学者嘛、哦、大圣学者呢他忍而不证，所以他并不去亲证、哦、他并不去亲证他、哦、所以呢这个此与前十有真空的二谛是不一样的、哦、那此由厚德方便智而去通达，所以要透过这个厚德智。所以他后来就是说他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其实我们说从根本无分别智之后是不是就是厚德智了、哦、其实就是用的是厚德智、哦、所以呢所谓厚德智它也是如幻如化的假名啊，并且我们说，哎，他在这个厚德智的过程当中，从初地，尤其从初地到七地的过程里头，其实世俗的现象是不断的现前呢，啊，但是呢，真理的现象也会是现前，真理现象的现前呢的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到要刻意的去作意，到不用刻意作意，到八地以上就不用刻意作意，啊，那所以呢，他更去体会，其实我们说。真俗之间也不过只是如幻如化，也因为因缘法的缘故，它并不是切成两半的，其实它是不是也是融然一体的、啊、其实还是融然一体。所以呢它这里又可以名为事理二谛、啊、是因为它的理智通达性空为圣意，事智呢分别幻有为属地。因为它这个是不是也是在世俗跟圣意地上面游走啊，也就是所谓的事出事入而无碍、哦、那这个是用幻有真空，幻有。所以我们说尤其、哦、像大圣佛法来说的话，这个第二个部分呢，这后面也会讲哈、哦哎、在我们第210页的最后一段、哦、这三类来讲、哦、后者是三论天台所常说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唯识宗义，龙树菩萨论也有此义。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唯识跟性空用的比较是幻有真空，声闻用的是什么？实有真空。第一义，第一是顿根的声闻，有没有？他用的是实有真空。那么第三在我们第210页有没有叫做妙有真空？妙有，所以是不一样的哈。声闻用的是什么？实有啊，唯识跟波瑞啊，跟中观用的是什么？幻有。啊，到汉传到中国的三论宗天台宗，他用的叫做妙有真空，所以经常是不是听到真空妙有啊？嗯，真空妙有。哦、好，那当然这个是还不算有固定的名称了哈，因为它比较在妙有上头哈，所以他说这个乃佛菩萨哈，悟入法法空寂，法法如幻，一念圆了的这个圣境啊，啊叫做妙有真空，那么也就是即俗即真的二谛并观，他们会比较在于即。好，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这个天台，好，天台它是不是性具啊？性具法门，好，所以它会比较即真即俗，
哦，而且还有时候是三谛并观，有没有？即中即假即空，哦，那这里即真，因为我们这里只论到真俗而已啊，哦，因为印度的这个系统来讲，其实就是真俗二谛嘛，哦，天台它可以即空即假即中啊，哦，所以呢，也就是所谓的即真即俗的二谛并观，哦，也是如实智所通达。不可以局限啊，此为圣义地，或者这个彼为啊这个世俗地啊，只是一念顿了，毕竟空而当下即是如幻有，依此方便为啊方便立为世俗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幻有而毕竟空啊，依此而方便立为这个圣义，所以在无差别当中去做差别说哈，与见空不见空哈，见有不见有的这个幻有真空二谛是不一样的。好，因为如果在幻有真空里头会有见空不见空、见有不见有的问题，好，那在我们讲的这个三论哈，中国的三论中或天台中的这个原教，啊，都是去安立这二谛哈，从俗谛的妙有通达毕竟空。哦，所以这个此与二谛别观的后得智所通达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哈，哦，也就是说它是即空的缘起幻有，啊，哦，称为妙有。它的妙有是即空的缘起幻有哈，哦，这当然实在已经不容易去了解，因为我们其实对中国的这个系统我们反而不熟悉。啊，因为不断的读的是导师的思想的时候，啊，会比较从印度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演变来看待，啊，所以他这里说也不像不空者哈，啊，把缘起否定，又标出一个真实不空的妙有。以华严来讲的话哈，啊，它比较属于什么？这个，啊，不空而妙有，妙有不空啊，妙有不空。哦，那这个会比较属于什么？真空妙有，妙有真空，妙有真空，哦，所以不过以中国式的佛教来看待的话，大部分都称为真空妙有多，真空妙有，哦，真空妙有。那如果是唯识跟性空呢，是什么？幻有真空，对不对？以声闻来说的话是实有真空，哦，大概会分成这几大类啊，哦，所以这三者来讲的话都是依着这个证悟的浅深不同而来说，哦，所以但是呢在缘起性空无碍的证见当中可以说都是这个贯通无碍，啊，那在佛法的这种设立啊二谛来说的话，本来都是引导众生从凡入圣，哈，哦，转迷起悟，啊，所以呢，也都是从凡圣的二谛的基础，一层一层的去深入理解，啊，所谓的凡圣，也就是俗跟真呐，啊，对不对？俗谛跟真谛嘛，啊，是这个情谛或者是理谛，啊，智谛，对不对？啊。那么来达到圆满的境界，哦，否则呢在高谈玄论，哦，忽略当前的这些现实，就跟玄谈不切实际相同，哦，所以以佛法其实并不喜欢，哦，玄谈而不切实际，其实佛法是很实务的，因为站在什么现实的现，哦，这个世俗的现实经验当中，是要解决我们现实哈，啊，世俗的现实经验嘛，提供了一个哈，啊，超越解脱的一条道路，对不对？这个是佛教不同于不共于其他宗教的最大的不同，哦，最大的一个不同，哦，所以我想这三种系统来讲，我们大概去大分一下就行了，啊，因为声闻来讲的话，它比较站在什么？他重相，所以他会用相有，哦，实有来看待。但是你看这个空，是不是都跟真理都会结合在一起啊？哦，也就是说，要达于真理的现象来讲的话，是非空不可啊，对不对？所以都有真空，哦，都有所谓的真空了哈。因为要跟真理结合，必然一定要有空。
那只不过我所看到的那个世俗的现象会是什么样的现象，哦，一个是属于实有的现象，一个是属于幻有的现象。比较透过因缘法来看的话，它会比较属于什么幻有的现象，哦，但是呢如果这个说即空的缘起幻有来讲的话，又称为妙有，妙有的，哦，等于是它是比较所谓的微妙哈，我想因为往往一方面因为那个次第啊，哦，往往其实中国式的这个它的理论基础来讲的话哈，因为它比较好圆好简好顿的缘故，所以其实它在义理上面的那个次第讲的比较少，所以要达到那种佛菩萨的境界来讲的话，他们会比较觉得那是比较微妙的。哦，如果是缘起性空来说的话，或者唯识，它是不是都比那个次第讲的比较明啊？哦，有它的一个次第嘛。因为我们前面也讲，我们说像这个天台啦，哦，乃至于华严，它是不是比较怎样重的是平等一位嘛？是不是多明真谛啊？它比较在真谛上面。哦，那真谛是不是已经一下子提很高了？已经是超凡入圣的那个境界嘛，对我们凡夫来讲往往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啊，会觉得它非常的微妙，却是不知道应该怎么上去。好，所以呢会觉得是比较妙有的。好，因为比较站在佛菩萨的境界来看，尤其从佛的这个角度来看待的话，那么也往往它会是比较妙有的。那如果是从这个性空跟什么唯识来看待的话呢，因为它如幻如化，会比较是我们凡夫看的，从凡夫的角度立场，然后我们愿意去行菩萨道，而慢慢的透过菩萨道是不是慢慢的提升我们的那个生活啊，生命的那个境界啊，透过性空是不是才有机会往上爬升啊？哦，所以透过性空为识的角度呢，会比较站在幻有的角度。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凡夫的角度啊。哦，那声闻来讲的话呢，它是因为放下实有，它是放下实有之后而证入真空的，哦，所以来解决他的个人的这个生死解脱问题。哦，所以它比较属于什么？实有真空，啊，哦，实有真空。哦，所以，透过这样子来看待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也等于说去分出这几大项来了，哦，几大项。那，尤其导师哈，他会比较站在性空的角度跟立场，有没有？导师是不是还是提倡的是出奇大圣的性空为明系啊？哦，因为他是站在凡夫的立场，哦，如何让我们凡夫有机会超凡入圣啊？哦，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幻有的，哦，而且呢，其实这里讲到真空哈，还是比较站在那个唯识。如果站在中观的立场，我们是不是直接就用性空啊？哦，其实就是缘起性空嘛。哦，所谓的缘起性空的这个缘起，是不是看到幻有的现象啊？缘生而幻有，缘灭而怎样？而消失嘛，是不是这样？哦，是缘起而性空是最为准确的了。哦，以龙树学来说的话，哦，性空学来说的话，哦，但是呢，其他的这些哦，难免还是。跟空结合之后，如何的看待这些现象，世间的现象，哦，会有实有的，有幻有的，有妙有的，那往往也是那个层次不同，哦，生命的那个层次不同，从凡夫来看，哦，从菩萨来看，从声闻来看，是不是都不同啊？凡夫看到的是幻有的，声闻看到的是什么？实有的，菩萨呢，看到的是妙有的。哦，不同的境界，哦，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